经有我，两岸青年跑步接力活动开始。这次我们两岸青年接力跑的不只是一次运动和健康的接力，更重要的是一次情感、友谊和使命的接力。加油加油！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啊，因为通过体育啊，能够更好的能够加深我们觉得是两岸青年的这种交流和互相的学习啊，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更进一步的去相互的合作，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觉得环境特别好，是一个非常特别美好的体验。可以和各位大陆的一些优秀的青年的朋友们奔跑在青春的赛道上，我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强国有我，复兴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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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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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